你们知道吗？王大后面开了一家好吊的夏店，上街下市，看他们的风格，有那个感觉，老长沙的感觉。这里是他们下市的，看一下，他们的小龙虾全部是新鲜的，他们不买一两一下的小龙虾嘞，看一下，小龙虾自己可以选，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么大的小龙虾，哇！这个水差不多是瓶子的水，我的天哪！我听说过粉丝说吃小龙虾要选那个木虾的，为什么？木虾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虾，木虾的小龙虾，他们又定位嘞！哎呦，那边有白酒，这么多白酒，这么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王大后面，哇！这个风景加不加？加不加？哇塞！看一下这个小龙虾，哇塞，这么大！小龙虾就要吃这么大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虾是他们自己申请的专利的虾。这个肉质真的很好 Q 弹的嘞。他们每天去乡里拿这些菜，还有帮那个乡里的人，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工作。你看一下他们的茄子啊，全部 的菜都是新鲜的，天天他们去乡里拿。这个是罗氏虾，有很多特色，这个虾就这里可以吃。煎的味道，吃以后那个味道好像那个锅巴肉。好吧，这个芒果上面这么好，我在汪大后面这样的舒服了。上街下市，你们在等什么？